感觉申老师应该吃这个菜。啊，对，腊肉。嗯，你吃豆芽不行。不是，我吃菜多了，我尝尝。这个好吃。哦，我吃了河南这边的那个胡辣汤，好好吃，我牙酸。河南这边的那个，我吃的那个叫白方，叫白什么？白方，白。白方，不是白方吗？就方文山，方中山。不是白、白方山，白什么？白方广场卖胡辣汤。哎，早没 Q 啊？我不能乱 Q， 等一下。方中山，方文山，方中山吧，白方山嘛，就是什么方文？哦，对，方中山，哦、方中山，那就是方中山，反正特别辣那个，可好吃，可好吃了，我早上吃了两盒。这两口不太辣，是甜，就是甜。对对对，方中山真的很好吃。我早上喝那个的时候惊艳了。真的，吃吧。你没尝到，你长溃疡了，抵抗力下降了，下降了，嗯，休息，哦，嗯，呀，对，你这个吃不？把这个打开吧，豆腐脑没有豆腐脑，但是里面有特别多牛肉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今天谢谢 Sweet Smile Pay， 谢谢你的鼻翼鸟。对对对，它就是偏辣的。第二盒确实我就，然后一听是七几人。怎么样熬到二十？是在煎熬吗？这些上官芝麻糊糊，今天还有几点？还不确定呢。那当然，我必须得评一下呀，情感拉扯。我先去补妆啊。好。哎呦，走不掉了，我走喽，拜拜。你没有刻意的那个，只是控制了一下饮食。谢谢 Kelly。出去那边补完妆，然后我们这边再吃点，然后差不多就要下了，因为等会儿就要去拍了。今天应该拍的收的不早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，这是一个大连场。群戏，然后等会儿还有一个那个群戏，然后群戏完了之后还有很多闪回片段，然后拍完了之后还要拍平面，就应该挺晚的，应该一两点吧。我这几天回重庆之后健身，在组里没办法健身。拍戏呀？拍什么？这个是可以喝的。哦、oh, ，Thank you。没有喝羊肉汤耶，喝了胡辣汤，那个胡辣汤就是特别黑的那种酱汤，
我一直以为胡辣汤是那种半透明的，但我早上喝的那个特别稠，颜色也很深。谢谢屋顶橙子，谢谢马卡龙饼干。我没时间拍，你们知道吗？谢谢 CR 的玫瑰之约，主要是没时间拍。因为我们空场，现在吃完饭马上就拍了。可能会免，没吃没吃。新进的宝子们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，上个灯牌，首页可以进粉丝群。有啊，等大马。听到了吧？吃完了要去现场了，没吃烩面，我还没有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呢，每天都在组里的。不是，我说话声音稍微小声点。新建宝子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，上个灯牌，首页可以进粉丝群。谢谢 sweet， 谢谢 sweet， 谢谢 jelly， 谢谢大红薯。太快了，我还没拿到饭的时候就直播了，我播了多久啊？check your 小金鱼，谢谢 CR 扭灯牌。左上角可以点个关注，上个灯牌，首页可以进粉丝群。哇，噎死我了！没有，空心的。因为镜片反光，为了就是反光的话就拍不了，他们觉得，然后就把镜片给摘了。谢谢，还是可以。空心的好看，行。谢谢桑尼一二三，得多吃点肉。我中午吃的轻食，我们组吃的还挺好的，它是那种小碗菜。